听说你访问汉克拜会，天气六个小时，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。我的日程都由我的秘书官松本雄一全全负责。您身为国务总理，您的日程安排完全不知道？关于这个问题，你去问我的秘书官。总理阁下，总理，总理阁下，太好了！你信哪家包教的？你甭多没心思。我可是什么不该想的？我是在，好，总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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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快！你，啥嘞？谁有多少证？我啥嘞？你啥嘞？快！妈了个巴子的，竟让我出洋相！去，给我问问，田局柳什么时候到？让老子在这干等，什么意思？去！是。 阁下，您现在应该向关你的人们发表一份中日清闪声明，发表完声明，您还要到站台接见关于您的汉口歌节代表。田军柳阁下什么时候到？田军柳阁下有重要事出礼，原先预定的在火车站举行的关你仪式，改在司令长官阁下的官邸举行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怎么事先不知道啊？ 忘了告诉你，声明的内容是什么？照着念就可以。声明内容我可以念，接见欢迎代表是不是就免了？不可以。 这附近有没有其他银行？带我去。我一天水米被打烊了，总得让我吃口饭吧。饿一顿又不会死人，走吧。哎，包车的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。
这会儿我不拉了，把包车钱给我。想敲竹杠啊？啊？你把我拉到这个地方，想干什么？100块钱给不给吧？100块钱，凭什么呀？不给，跟我来这套。哼，给还是不给？嗨，您都这样了，当然给了。掏，给给给。 哎，干什么？放！今天老子心情好，老子今天只要你的钱，不要你的命。哎，几位兄弟，听我说句话。几位兄弟是堂口的人吗？你管我是哪的？把钱掏出来！几位兄弟。 是我，庄村先生。哎，您这是？一言难尽，一言难尽。那个钥匙，房间的钥匙。给您。哎，你看这人怎么穿衣服啊？ 满洲国皇帝陛下已经致电日本大使馆，命令我们协助严查凶手。您就放心吧。嗯，要抓住那些反日的激进分子，就全仰仗你们大日本皇军了。阁下认为刺杀您的是反日激进分子吗？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另有其人？ 请问，我的秘书官松本雄一现在如何了？松本雄一大尉为了保护你，已经以身殉职，他的魂魄已经得到安息。死得好啊！嗯，什么？这叫死得其所。我要厚葬这位日本勇士。 田军六司令官已经下了命令，命令我们从东京调了最好的外科大夫，给您医治。不必了，田军六阁下的好意我感激万分。我希望从今天起，能帮我找一个中国医生来。阁下，难道大日本帝国的外科医生不好吗？大哥，拿开刀。好，阁下放心。 我们一定遵照田军六司令官的命令，满足您的一切要求。告辞了。
宿所から入電。電報によると3名の中国情報員が観光へ潜入。まさかこいつらが満州国総理の暗殺を図ったと。多大な勢力を費やして一人の暗殺と、中国情報部がそんな無駄をするはずがない。現場の目撃証言では暗殺者はただ一人だそうだ。暗殺現場ではこの3人がそれぞれの持ち場を分担していた。だから目撃者はそのうちの一人しか見ていなかった。それは重要ではない。こうしよう。貴様はあの女医に頼んでジジイの傷を見てもらう。いや、暗殺者の逮捕はどうするんですか。韓国から一人思想犯を選んで銃殺しろ。捕獲中に殺したと言うんだ。ん？ああ？どうした、そんなこと一つできんのか。はい。总理，总理大人，您睡了吗？什么事啊？日本陆军医院为你检查身体的中国医生来了。哎呀，妈了个巴子的，这么晚了也不叫人休息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去，给我煮杯咖啡。阁下，您要的中国医生我带来了。我已叫人煮了咖啡，你们可以坐下喝一杯。现在可是夜里，您要请我们喝咖啡吗？有什么不可以吗？你们这些医生就是喜欢循规蹈矩。看起来您精神好得很，没什么需要特殊照料的地方。你还没有检查，怎么就断定我没事？何必问我呢？您问问他，不就什么都清楚了？苏医生，我真的很欣赏你刚才拒绝那个老家伙的样子。我开车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。苏医生，苏医生。
我想告诉你，我杀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很像一个你我都见过的人，但很遗憾的是，现在我无法证明这一点。这个人临死之前，将一整瓶小强水。 倒在了头上，毁掉了自己的容貌。我觉得这个人非常非常的了不起，他是在保护着他认为最最珍贵的东西。 你能告诉我，他在保护什么吗？嗯，如果他还活着，我一定想办法撬开他的嘴，让他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，然后将那些最危险、最深藏不露的敌人一网打尽。 他们的血，用他们风干的尸体去填饱恶狗的肚子。你知道吗？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，一会儿到宪兵队去找一个叫永野秀一的人，然后干掉他。你说什么？让我们两个去宪兵队杀日本人？师长吧，你是不是不想再见到我们俩了？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们只能用最直接的方式去解决问题。那我们俩去杀人，你去干什么？不是，哪个姓苏的医生？ 就是武桂山那个假日本婆娘。哦，行了，师长吧，够有魅力的。你不会和他，啊？想什么呢你？我找苏医生帮忙是想请他帮咱们找一个安全的住处，到时候换了身份之后咱们正好搬过去。哦，如果换个身份搬走的话，那我们还去宪兵队杀人干什么？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哪儿那么多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 这人家苏医生不是还没说答应帮咱们忙呢吗？哎，我相信苏医生一定能帮你这个忙，真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有魅力啊！
还记得我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？我去了你工作的地方，是你们医院的护士告诉我的。明明是你跟踪我，医院没人知道我的住址。我真的没撒谎，确实是护士告诉我的。这些护士，下次见他们，还真得敲打他们。 谁让他们把我的住址随便告诉陌生人？陌生人？我以为我们俩是朋友呢。找我有事儿吧？你不想请我上去坐坐？我想出去走走，你愿意陪我吗？当然愿意。窗花剪纸了啊！家剪的纸。 家剪的窗花啊，来一看，窗花剪纸。对了，你叫什么来着？松本雄一。你找我什么事？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我在东亚大旅社住着很不方便。 想在汉口找一处房子，对，你能帮我吗？你不回满洲国了？暂时先不回去了，因为出了一些意外，国务总理阁下已经在汉口遇刺身亡，我需要在汉口处理一些善后事宜。真是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 我还以为这件事对你来说不算什么。找处房子对我来说当然不算什么，可是我不想帮你。我能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根本就不是松本雄一。你现在随便上街买一份街头小报。 上面都会写着，武官松本雄一已经在爆炸中身亡，满洲国国务总理也没有死，至少昨天晚上我还见他好好的喝着咖啡。赶紧换个身份吧，这种骗术连小孩都会识破的。 何者だ？うん。どうも。満鉄の中村新兵衛という者ですが、長野隊長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？何か用があるのか？ええ、それが私は長野隊長の友人でして、手紙を持参したので渡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？ 憲兵隊に出入りする手紙は全て検出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。
大丈夫です。そこに約束の時間と場所が書いてありますので。少々お待ちを。どうも。没想到就这么简单。可不就这么简单吗？一会儿把他约到地方，直接把他干掉，死了死了定。行吧你，我还以为要在宪兵队门口把他给干掉。能在这儿干掉？这可是宪兵队，找死啊！傻呀你！喂，马尊的。用野用野用野，知道知道知道。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？我说一二三，咱俩分头跑。一二三，走。哎哎，行き止まりにしてろ。はっ。すげえすげえ。さあ、早くしろ。Thank you.
给我接宪兵队。啊，我在报纸上看到松本雄一先生已经死了，可是我刚刚看他从我面前走过。谁啊？来给您送报纸。我们要报纸。是对面房间的中村先生让我送来的。他人回来了吗？你赶快离开这里，刚才已经有人向宪兵队告发你了。你赶快离开这里，刚才有人向宪兵队告发你了。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我没时间跟你解释，负责和你联络的老白已经牺牲了，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别动问了，赶快走。那我那两个伙计怎么办？我碰到他们，我会帮他们离开武汉的。那你们在汉口还有什么其他的人吗？去爱普医院找一个叫苏曼珍的医生，这个人认识老白。有什么吩咐，阁下？给我找一个安静的房间，千万不要惊动住在这里的贵宾。好的。另外，今天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发生？我给宪兵队打过电话，告诉了他们一个可疑的情况。松本雄一登记的身份是满洲国国务总理的侍从武官，我从报纸上看到他已经遇刺身亡，而刚刚我却看见他从这儿上了楼。什么？肯定还在。平时还有一个卫兵跟着他，今天他就一个人回来。干得不错。我向上级汇报并奖赏你的。谢谢，谢谢皇军。お前ら、よく聞け。艦庫、艦輸、武将。会場の四つの警察署の師範課、刑務課の警察官すべてを港、駅、行動の検問所に配置した。怪しい動きをした人間がおったら逮捕しろ。はい。やつの部屋を検査しましょうか。ここで通路と階段をよく見張っていろ。奴らが荒れるのを待つんだ。はい。はい。
もしもし。うん。なんだって。三人で間違いないのか。はい。三人です。すぐに増援部隊をよこしてください。奴ら三人はバカな中国人じゃありません。全体。奥さんはここまでだ。絶対に行くんだぞ。ああ、分かった。まずは風呂だ。入ろう。風呂入ろう。胸膛中轰鸣，我一腔豪情为家国燃起。
战火烧不散铁骨的钢筋，枪炮打不断人间战役，清洗着家乡，眼望着和平，壮烈依然无畏无惧，狂风在午夜转瞬间生死分。